那因为那边有很多华人，他们很苦的，没很少有出家人，所以他们都五六个居士自己拿个八关斋戒戒本啊，然后轮流煮饭来啊，大家那边受戒啊，念经啊，啊，然后那一次他们就带我去参观教堂，哎呀，教堂里面都是骨头啊，啊，天主教呢死了以后呢，骨头都放在教堂底下，希望能够到上帝的地方。结果那天晚上回来，我们有带摄影师啊，好几个过去，晚上鬼就来拉他的腿，啊，拉左腿，拉右腿，隔天早上起来脸都变白，然后师父昨天鬼吵我，那奇怪，鬼真的有鬼，啊，后来我们慢慢的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这个天天晚上这个小蒙山施食，是我们出家人的必要的责任啊，啊，走到哪里他只能求我们。那时候我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思想，原来身为佛教徒要对天主教慈悲，要对回教慈悲啊！我经常到回教国家像马来西亚、印尼，但是我很认真的去跟华人说佛法、讲故事，但是我忘了对回教徒慈悲。为什么？回教徒如果他们舍报，没有到阿拉，没有升天，通通变鬼，那只能靠佛教来帮忙。所以身为佛教徒还必须对其他宗教的轮回，甚至他死后的这些事情给予绝对的责任。那我们就要很虔诚的为他而放焰口啊，放蒙山啊，或做简易的施食啊。所以后来我这个思想观念改变以后啊，我就开始看了很多祖师大德的书啊，因为我以前比较重视阿含经原始佛教，但是我经常到缅甸去修四念处啊，禅修，我也到泰国去修不净观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我的师父交代啊，我的师父如虚长老啊，他交代一个出家人呢、啊、必须到每一个佛教是每一个文化的地区去参访，去吸收文化跟生命经验啊。所以每一个国家我们都要去，而且在那边深入当地的生活，然后呢了解他们的优点，德国人的精致，日本人的团队精神，菲律宾、泰国人的那种自在，印度人的反正我只要一头牛就可以睡觉了，印度人晚上睡觉，为什么我们这件袈裟是这样，因为印度人只有一块布，然后捆起来晚上睡觉就盖起来，早上起来又捆那一块布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个锯，甚至那件袈裟，这是一个印度的文化的一个习惯，然后到我们这边来。所以那印度人虽然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很落后，但是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到印度人在跳舞的时候，眼神也在跳舞，脸也在跳舞，心也在跳舞，手脚脚趾头都在跳舞。印度人虽然现在贫富悬殊很厉害，但是他那种世界里面最有智慧的最维系的民族在印度。所以佛陀在印度讲这种圣深的教法，印度人能够体悟就在这个地方啊，要度印度人还不太容易啊，因为他们的脑筋呢非常的好啊，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国家观念，反正谁做总统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啊，但是他们很虔诚在他们的印度教信仰里面啊。所以我想这些各位将来从学院毕业以后，我想现在我们国内开放了，那各位如果因缘具足累积资粮了，一定要到各个国家各个文化民族，泰国的佛教、缅甸的佛教、斯里兰卡的佛教，斯里兰卡的佛教呢，那边的法师，以前的医生跟法师通通是出家人，医生跟学校的老师都是出家人，所以他们全国是属于原始佛教全国佛教化的，就属于斯里兰卡。但是因为贫穷被基督教攻进来了，基督教用大量的金钱买了这些贫穷人啊，强迫改变他们的信仰，特别在他们这些水灾以后，上次的灾难啊，现在有很多改变。但是很虔诚的部分呢，你如果到斯里兰卡的路边那个树，檀香树，哎，开什么玩笑，没有人会去拔的，那个蚂蚁种高的比人还高，没有人会去破坏的，因为每个小孩子从小都被教育至少要受五戒，知道这种生命轮回的道理。但是比较毕竟可惜了，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小乘的原始佛教的教法里面啊，很认真，有很多的佛教大学，
很多文化活动啊。不过各位将来如果去斯里兰卡，没什么好见怪的，他们有一半的出家人是吃槟榔的，就像各位如果到泰国去，有一半的出家人是抽烟的啊。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这个很正常啊。但是以前我会看不起他们，但后来我又故意去接近了几位抽烟的这些老比丘，个个有神通啊，入禅定，在森林里面，就像各位听了阿姜茶尊者这些啊，佛师比丘是属于比较理论的，阿姜茶比较属于啊这些入禅定的，但是他们都有神通啊。但是呢，特别在阿姜茶道场，各位如果愿意去，也应该要去，在泰国的东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修不净观啊。他们有很多比丘舍报以后呢，都自动把身体献给寺庙，然后呢，让新出家的比丘啊，随时修不净观啊。我想我在那边一段时间对我帮助很大啊，不然老实讲女人还是很美的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里面光靠一个知识的经验，当你面对到境界的时候，没有办法超越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懊恼啊。但是在小乘的这种甘露门里面，除了安那巴那的这种数息法，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不净观。但是虽然不净观只是一个压，但是对我们是个生命的经验。然后泰国跟缅甸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他们如果人死了就送到佛寺，佛寺呢免费帮他们火化。那如果是这一具尸体是年轻女人的尸体，出家人可以申请修不净观啊。但修不净观是他们还很严格的，一个人面对一具尸体，然后看他一个这个石坏化的苦难的过程，然后在我们的脑意识田里面种下一个很不净的记忆，然后如果面对到境界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不净的记忆抽出来啊，然后甚至每一个房间都会放一个白骨啊，或是相片来去除自己的欲望啊。我想这个是有点帮助的，但是不是就近能够压住的事情啊。如果正在一个大乘佛教里面呢，如果能够把人人都当作每一个女人都像观音菩萨，这个叫清净观，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的时候，反而超越了不净观，这是大乘的念佛观啊。这个念佛观也不是说光念阿弥陀佛，而是我们现在要被训练成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佛，要显现出他的清净相啊，整个世界都是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每一个声音都是佛号，以这样来超越那种净与不净的对立法，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这是我目前我个人的一些方法啊。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但是对于这些，虽然对你自己来讲可用可不可用，但是对所谓我是个医生，我们像个医生，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病人，每一个病人的根气不一样，他所用的药不一样。我们现在不能够说我只喜欢念阿弥陀佛，所以我只能劝你念阿弥陀佛，其他不要管。这个是对我目前来讲，我以前在寺庙里面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一门深入，我做我的教法的修行。但是你面对到广大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跟不一样的民族的时候，你到了泰国，你就自自然然知道说，这边只能用四念处这种出离心的修法，大乘的教法一点都不适合，一点点都不适合。不是说他们为什么不生在中国而修大乘佛，而是不适合。啊，也因为如此，所以在那边我必须懂得这种南传的这种出离心的修行，然后来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我想每一个民族，就适合每一个民族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只是我们为了要把这个修行的方法认为是最就近的，以及对他的不退的信心，所以我必须把我这个法门讲成最殊胜的。这样当然大乘还是最圆满的，但是在根气上，这个人适合修小乘，这个人适合修禅宗，这个人适合修念佛，这个人适合观想，乃至他愿意持咒，这些我到目前为止我比较能够完全的接受。这也是我师父交代我，不管你到哪一个道场，这边是念佛的，这边是寻求经教的，这边是研究阿含的，你一定要放弃你自己的，先放在外面，
完全融入于他们的教法跟修行，你才可以吸收到他们的精髓，以这个精髓再发起一个大恨，一个大怨心，然后融入于大乘的教法。啊，教法无分大小乘，怨的大小，我把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教法来帮助别人。比如说各位如果有机会到缅甸，缅甸比如说你拿出100块人民币供养这位法师，这位法师就会拿一杯水给你，然后呢你这个水就一直倒，一直倒在一个盆子里面，然后法师就把你倒完之前呢，就把你这100块的功德把你回向完了。回向完以后呢，这杯水干嘛？哦，我们台湾就赶快抢啊，赶快喝。法师说不能喝，这杯水呢就马上布施给外面的鬼道，一点都不执着。但是这样对信徒觉得，哎呀，好有意义啊！我布施了100块，法师你看帮我念咒，然后就像国王把这个灌水给，因为太缅甸人结婚就是要父母要把这个水泼到儿女的身上啊，然后给予就是说授权啊，遵循他们结婚，所以他这样子的教法引起了老百姓非常大的信心。每个人在供养法师的时候啊，哎呀，都把这个动作做得很细腻。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们在修行有柔软心呐、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讲，我们修学佛法的心，刚刚讲柔软心，这讲法是说，能不能把一块硬硬的皮革弄成一个软软的啊，一个像水一样的心态，去接受任何一个教法。到天主教堂，他们在做弥撒，我也在做弥撒，我祈求他们个个都到了上帝的地方啊，而不愿意说，哎呀，当然我默默的会帮他们念心经啊，念大悲咒啊，愿他们真的能够得到这样子，但是呢就不会有这种对立的感觉了啊。所以我想各位虽然人在这么殊胜的道场里面，但是呢心念到哪里，功德就到哪里。四川这次有赈灾，各位可能可以去，有些可能没有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利他的动机。我今天打坐，我今天研究这个经教，一切的功德回向四川的地震，还有一个更可怜的国家缅甸啊，缅甸这次死伤超过至少10万以上，到现在统计不出来，然后在河里面漂流的尸体啊，军政府就是怕传染病，就告诉他们河里面的尸体通通不准捞，就是任由他们这样啊，然后死伤的人无可计数，但是到现在军政府很保守，也不让外国的金钱来帮助，除了佛教徒，所以我们透过泰国的佛教想尽办法但是不能到现场，只能透过第三者。所以各位想到了他们的痛苦，哎呀，我今天打坐我一定要回向给他。以前信徒跟我说，师父啊，我生病啊，你帮我回向，我没什么信心，反正我自己肚子痛念老半天都没用，我跟你回向会有用，我自己没什么信心啊。到后来有一位长老跟我讲，他说啊，海涛啊，回向不是代表你，出家人比丘代表佛，信徒生病要求你帮他加持回向，你就要代表佛给他回向，你要对他有悲心，因为信徒对你有信心啊，然后你对信徒要有悲心，这样的情况做你的回向，你要念心经念药师咒念什么都没关系，他一定会得到佛力的加持，请你记住。还有一次呢，我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我了，所以很多人就要求我，哎呀，师父你跟我加持，我想加持这样头摸一下有用吗啊，我以前常笑人家加持加持，来世你就做那个猫头鹰我会这样骂人家啊，所以后来我的师父就骂我，他说你不慈悲，你当然没有功德给人加持，但是我们出家人你有发悲心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是代表佛，佛就会给他加持啊，你不能够用你给他加持，然后跪在你面前的这个老菩萨，你必须要把他看作他就是你的妈妈，我的妈妈这么样的痛苦，但是对三宝这么有信心，他脊椎在痛，痛得不得了，
我能够给他一个帮助，我要对他有强烈的悲心，愿诸佛菩萨透过我加持我，我要把诸佛菩萨的力量来给我的妈妈，愿她的脊椎骨可以不要痛，她要不要皈依三宝，她要不要发菩提心，她要不要打坐已经不重要了啊，先让她不要有苦吧，然后呢这样子的来帮她念个佛号，念个咒语，或是所谓的加持啊，甚至老菩萨都会背来师父帮我摸摸摸会好，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会吗啊，但是现在我一定很老实，是我一定帮你帮你啊，因为后来我就开始很感动，当我去给他做回向的时候加持，我自己都会很感动，甚至哎呀很想掉眼泪，好像自己的妈妈这么苦我怎么帮她，所以现在我变得比较有信心，这个柔软心，原来不是我加持他，是这些可怜的所谓生病的人加持了我的心，让我升起了一个悲心。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啊，我们像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但是我们对太阳有信心，我们对佛菩萨有信心，所以佛菩萨就会把他的光印在我们这个不发亮的心呢、啊，我们就变成月亮，以我们这个慈悲的月光又能够照出去除对方的黑暗痛苦，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一个出家人一个菩萨是在一个诸佛菩萨跟一个可怜的众生的一个媒介，我们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心，扩大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能像个水管把诸佛菩萨的力量拴起来，没有办法自己也得不到，但是也没有办法诸佛菩萨的力量给别人。所以现在对我来讲，念个心经也好，念个普门品也好，我非常非常的认真，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喉咙沙哑，因为我必须要讲很多课啊。但是我的师父告诉我，他说啊，你今天人家叫你主法，主法代表佛啊，你只要上台你就要念，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这些信徒天神鬼神护法听到了主法法师代表佛的声音，他们就像听到佛的声音可以得到解脱，听不懂都可以得到解脱，你只要用心念就好了啊！所以我在这边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比较福报，我亲近非常多的善知识，这是我天生最大的资粮。一开始要出家那时候，三个大和尚，美国的印海法师，我们的真华长老，还有我的师父卢西长老，三个在为我开会，请示印顺法师啊，要怎么样的让他出家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我师父的指点之下亲近了很多善知识，日本的、韩国的、缅甸的啊，甚至在我师父要闭关以前都告诉我，师父闭关了，现在你要多亲近善知识，任何一位啊，只要他是有在社会上做事。我以前对韩国的法师印象很不好，哎呀，娶老婆嘞还叫我拜他，我怎么拜啊？我师父知道我有这个慢心呢、啊，他特别指定要到我韩国去参加一位大和尚的土笔典礼，然后住在另外一位和尚的家里住七天啊。结果我师父抱病，故意的借口要我去那边住七天。那位法师娶两个老婆，我去之前我就够低估了，我师父干嘛，师父你要娶老婆故意叫我去那边试试看嘛。啊，结果我到那边以后啊，住了七天，离开的时候啊，我跟那一位法师顶礼啊，顶礼，我拜他做师父，真的是菩萨。娶两个老婆，一个是残废的，一个是被虐待的，啊，不是什么漂亮，但是在他的这个范围之内，他法师有一半的是娶老婆，但是他所做的社会利益关怀，他的生活的严谨，让我住在他家里，我佩服到极点，啊，犹如看到维摩诘居士一样，哎呀，我回来跟我师父顶，我师父谢谢你破了我这个我慢，从今以后我到韩国到日本。任何一位法师我都对他非常的尊敬，只要他外表是个和尚
韩国的和尚，各位你知道吗？一二三四五是穿出家衣服，礼拜六就开跑车，啊，然后呢就去兜风了，就是带着女朋友，哎呀，很快乐了，啊，但是平常呢，一上台就很认真，但是因为这样，佛教稳固在世间，倒过来他还看不起我们不结婚的，你们不是菩萨，不结婚，啊，没有利益众生，脱离群众生活。我看不起他，他看不起我。为什么？我们没有融入到对方的生活圈里面，啊，所以不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我想，我们站在佛教里面讲破除我执了。首先，我们要学习融入众生，融入他们的生活。啊，就像我刚出家，我老师讲，我师父要我做21天的女人，那是够可怜了。啊。我师父说我这种男人化的阳刚，因为我爸是日本教育的，所以我们家是日本教育的，啊，比较严格，比较男性化，啊，然后我师父要我做女人，学女人吃饭，学女人上厕所这样。师父说女人好不好做？不好做了，你要同情女人，哎，如果你做了成功，再做49天呢，啊，你以后看到女人说你也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大家一样，你就没感觉了。啊，你现在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自我，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还有这种对立的感觉，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啊！啊，是没有空性啊！啊，所以我师父要我背，我就是太阳，我就是树，我就是水，我就是大便，我就是苍蝇，我就是女人。先不扮演自己，你要去扮演对方，而且这个扮演最好要做真实的扮演。如果没有办法实际启动那个境界，你要用观想的。我是一只蟑螂，所以要观察跟蟑螂的生活。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啊，亲近善知识啊，是我们修学佛法这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破除我执有空性。就像历代的禅师，一定要得到先前的禅师的印证啊，而。